别他妈乱动！喂，是我，都安排好了吗？我们快到了。你，大哥，准备一下，进入隧道之后立即换车。是。快挂电话！司长，快！他们要干什么？老大，老大，这几个人是谁？把他塞到那部车后面。我会死吗？走，往前点！闭嘴，臭死了！走！你他妈找死你！等等。我要尿尿，我要尿尿。咱们可不能憋坏了风大少爷的宝贝儿，憋坏了可就不值钱了。尿尿是吧？嗯，去吧。你盯紧他。是。走。水真多，快点。我的宝贝很值钱吗？还风大少爷？哎，站住！行了行了，就在这儿尿吧。你帮我。你说什么？我手被反绑着，怎么把宝贝掏出来？你当然得帮我。放屁！你他妈还想让老子伺候你啊？妈的！行了，老子解开你一只手。给老子老实点儿，尿尿。我，你他妈从哪儿尿的？戴着眼罩，我看不着。真他妈麻烦，抓过去，快尿。小三，他妈想多了！我这么就跑，你跑，再跑！你群废物，一个没个都看不住。老大，我错了，我错了。还不绑上？是，起来，走。抓的是西亚，开车。编自豆腐阅读，木木不是王子原著，重生之前夫难追，陶普勒工作室出品，艺海佳音制作，广播剧重生之记忆裂痕第二季第一集。好久不见啊！我听说你最近做了一笔比较大的生意。哎，生意的事先不说，我去拜会一下老爷子。好好好，自便。
您，鸿福齐天，松柏长青。哎呦，谢谢谢谢。哎呀，风叔叔啊，恭喜恭喜啊！哎呦，风氏能有今天的局面，可离不开您老这位掌舵人呐。这都靠大家嘛，给您道贺了。好，好，好。风老先生，哎，不愧是港城的风云人物啊！古稀之年，依然精神矍铄，声若洪钟，晚辈自叹不如啊！哎，托福托福，风老头儿。泰山不老，年年茂，给你道贺啦！老秦呐，你就别跟我客套了，承蒙大家给面子，百忙之中赶来参加我这个老头子的家宴，有心啦！风爷爷，祝您笑口常开，轻松不老。嗯，风爷爷，小乐祝您生日快乐！好，好，小乐乖。哎，秦礼啊，你爷爷也到了该享清福的年纪，你可别只顾着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是时候回来接班了。风爷爷，我心里有数。嗯，他呀，心都不在家里多少年喽。爷爷，不还有我呢吗？怎么净偏心我哥？嗯，是我们老了，总觉得小乐呀还是那个追着风毅满院子跑的小娃娃。才没有。哎，这小乐说的对呀，你们呐都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风少爷，风少爷，好久不见。风少爷，风少爷好。爷爷，金爷爷好。哎，风毅来了。行，来啊。爷爷，嗯，爷爷，我和小样祝您健康长寿，感谢您对孙儿的栽培。上周六就说要来家里，结果呢？啊？哼，我看你是有了爱人，忘了爷爷。爷爷，您怎么年纪越大气量越小了？我和小样感情稳定了，不也是给您添福气吗？一哥。他凭什么能来这儿？他是我的妻子。他是杀人凶手。什么？他说什么？小乐，小乐，你说什么？小乐，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回去再说。你先走。哼，不如我把席阳的所作所为从头到尾说一遍，看看大家什么反应。小乐，不许胡闹。风爷爷，看到一哥带来的 Omega，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哦，哼，大家还不知道吧？这个人曾经是我们家医院的医生，因为有意谋害患者未遂，被医院开除了。还有这么回事？意图杀人？到底怎么回事？小乐，你说什么？方叔叔、叶阿姨，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哥的 AP 管理局也有追捕席样的记录。方爷爷。这样的人，难保日后不会对一哥下手，危害风家。小易，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怎么会这样？风家可不能留着这种人呢。好了，小乐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前段时间，席样确实被 AP 管理局调查追捕过，当中是有一些误会的。爷爷，您上台致辞的时间快到了。先准备一下吧。嗯，好。好了，大家继续吧，一场误会而已。音乐。你老头儿，哎，一起吧。哎，好。哎，夕阳，我们也过去坐吧。好。一哥，秦乐，你给我过来。哥，你干嘛？你别拉我。过来。秦乐，你过分了，这是风爷爷的寿宴，你考虑过后果吗？就是因为我不想风爷爷被蒙在鼓里才要说的。
一哥这样做，拖得了一时，拖得了一世吗？早晚风爷爷自己也会知道的。你能不能懂点事儿？你觉得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捅破这事情，风爷就会把习医生逐出家门？天真！我跟你说，要不是有风毅拦着，你早就被赶出会场了。你以为风爷爷不知道这事儿吗？再说了，对你下手的另有其人，席漾也是受害者。我是你哥哥，你还不相信我吗？哥，我就是不甘心，凭什么？凭什么一个行迹恶劣、毫无道德准线的杀人凶手，能让一哥爱得这么死心塌地？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20多年的感情，比不上一个突然出现的人？风毅如果真的喜欢你，他不会20多年一声不吭。小洛，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你在风毅眼里跟风昭一样，就只是弟弟。我不信！我等了这么多年，在那个夕阳没出现之前，所有人，包括风家人都觉得我是一哥的准未婚妻。就算一哥结婚后，风爷爷也是和颜悦色的安慰我，风毅跟夕阳结婚只是权宜之计，他们以后会离。可是今天，哥，为什么？为什么就不能是我？为什么他都不相信我说的？好了，感情的事情谁又说得清楚？通常都是越想要的就越得不到。小乐，你要学会接受这件事情。风毅，我是不是又让你为难了？没事儿，爷爷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不会对你怎么样，就算真要把你赶走，还有我替你挡着。那如果他们逼你和我离婚呢？不会。可是对我这么没信心啊？现在有信心了吗？什么？爸，对方是这么说的。小昭怎么会？他怎么会？叶宁，现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你要保持冷静。我怎么冷静啊？我的小儿子被绑架了，小时候我就差点失去他，好不容易带到这么大，现在又……那可是我的心头肉呀！都闭嘴！张秘书，老爷，您吩咐。啊，这样啊，是各位宾客，十分抱歉，由于风老先生突感身体微恙，将提前离场，招待不周，还请各位体谅。我们已为大家准备了休息区及娱乐。风爷，风昭出事了。据爷爷说了，具体什么情况？应该是齐恒，总署已经派人开始搜查，我现在回局里。我跟你一起。好，行，我找人送你回去。不用担心我，你快去救风昭。好，你自己小心。经理，我们走。嗯。抓错人了！废物，一群废物！我就说这小子闻着没有欧米伽的味道，还他妈再说！可是当时的的确确就只有他，门直接开了，他就进去了。我看人长得还挺好看，现在想想也的确没看那么清楚。他能自由进出封印房子，还不把自己当外人呢？除了那个欧米伽，还能有谁？闭嘴！封家二少爷从小受宠，抓那个欧米伽是一回事，动封家的人又是另一回事。现在这个时候，
还不能牵扯到整个风氏全族。老板，快看新闻。据可靠消息报道，港城四大家族之一的封氏集团在前掌门人大寿之日得知封家二少爷封昭被不明团伙绑架，下落不明。目前港城安全总署已派出大量警力全城搜索并监控各去，快去，现在就把人给处理掉，趁着港城和封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封昭这小子身上，派人找到那个 Omega， 把他给我弄回来。这次我亲自盯着。陆岩，找个机会把这个发过去给秦家那个跟屁虫。明白。枫叶，到家了吗？我没回家，刚刚简飞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一下诊所，有一个手术需要我做医助。这么晚？你不在家，我也不想一个人待着。正好开始上班前可以熟悉一下环境，就答应了。好，记得拾点东西。药带了吗？糟了，忘记带药了。不过今天早上吃了，应该不会有事的。行。哦，带了。我快到诊所了，等回到家了给你报平安。对面的车想干什么？难道是冲我来的？该死，果然是冲着我来的。是组织还是见鬼，偏偏这个时候先闭。带他下去。大哥，这小子晕过去了。绑上，带走。是。是，先把他手绑起来。什么情况？艾欧法的攻击已经结束。你们是什么人？不是说是欧米伽吗？难道又抓错人了？给我上啊！操！他那真不是欧米伽。全他妈乱套！我来。又是攻击性心结作，老大小心！老大，他跑了！买双枪，去晕他！那边了，立刻接通封印。喂，封印，有人要抓我，我突然发作了，我现在。大哥，这回彻底晕过去了。绑回车里。是。那是邪阳。哼，恶人自有恶人磨，这都是你自找的。看来恨你的人不止我一个。秦乐。秦乐，下来。秦乐，一哥，下车，别逼我动手。坏了，一哥误会了，一哥不是我。出来！
看见几个人把他绑起来塞车里走了。一哥，我真的不知道。晴乐，你最好从现在开始祈祷，祈祷夕阳没事，否则我……怎么回事？夕阳呢？哥，不是我，不是我。林然，说。冯总，冯家少爷找到了，被人丢在 B 区商业街，我已经安排人去接了。B 区所有的监控一会儿都会传过来。嗯。经理，怎么了？你看，我刚收到的。想要你的宝贝欧米伽活命，准备1亿5000万来 Cave 和进城赎人。走，全体注意，嫌疑人目标已锁定，可以符合监察，行动。出来吧。风大少爷，真是雷厉风行啊。你是齐恒的人？风大少爷连这都知道，我还真有面子。齐恒呢？急什么呀？嗯，是。风大少爷，好久不见。果然是你。风大少爷把我们齐家逼上了绝路，我总不能坐以待毙吧？齐家身为港城的大家族，却为了利益权力不择手段，视人命如草芥，走到今天这一步，可怨不得别人，那是你们咎由自取。我只是在对的时候做了对的事情而已。不愧是风老爷子亲自调教的家族继承人呢，很有正义感啊。可是你敢说风家的手里就没有沾过血？风毅，咱们是一路人，说到底你和我一出生就注定喝着别人的血，吃着别人的肉啊。我只是在对的时候做了对的事情而已，说得真好听，可利益和权力这两样东西你们风家同样在乎。齐恒，怎么被我说中了吧？啊！不过风大少爷，这也没什么，你我本就是50步笑100步，彼此彼此嘛。你要的钱已经准备好了，把夕阳还给我。哎呀，跟你说话真是乏味。独眼，拉出来，出来，过去。行，风大少爷，别冲动啊，我手上可有刀。早听说风大少爷对自己的 Omega 视若珍宝，看来的确如此。1亿5000万，眼都不眨一下，说拿就拿出来了。西药，别再往前走了。席家公子的确是个美人呢，这么娇艳的脸庞，要是被划上一刀，别动他。
放心，我要的东西还没到手，怎么舍得伤害他呢？夕阳正在发作期，他坚持不了多久。姬恒，你的时间不多，我要是你，就立刻拿着钱有多远跑多远。如果伤了夕阳，我会让你们挫骨扬灰，魂飞魄散。感动，太感动了。好，既然风大少爷这么好说话，那我也就不客气了。赎金翻倍，3亿，啊，外加你的一只手。可以，风衣，风衣，风衣，给冲动。钱已经转过去了，到账还需要一些时间，不如先把我的手取走吧。痛快。既然风大少爷这么配合，独眼，去帮忙。是。来人，先给风大少爷上点开胃小菜。是是。这可是风大少爷，看不起谁呢？好强的血性！不了我！是！夕阳，夕阳，没事了。你怎么样？你的肩膀流血了。没事，我先给你注射缓释剂。雷劈管理局警司群里，现以蓄意绑架勒索罪逮捕你们，抓起来，带走。起来，起来，走。轻点，走，老实点。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没带药？我不想你担心。好了，来，我们回家。风衣，你们俩没事吧？没事，谢了。独眼 K 应该掌握了不少齐恒的情报，我会好好审问。好。秦尼斯，怎么了？秦尼斯，外面有狙击手，独眼 K 被一枪毙命。什么？把其他人带过去，我去追凶手。居然被这家伙发现了，反应还得快。站住，把手举起来。